盘点北美冬季五大独特运动项目，九个必打卡目的地送给爱运动的你。一、滑雪。第三出发，宾夕法尼亚白尾山滑雪圣地，点燃你的冬日激情。纽约出发，就去伯克洛山最大的滑雪场，惊险又刺激。旧金山出发，抵达太浩湖的北方滑雪场，像奥运冠军一样嗨翻雪场。二、雪地摩托。冬季黄石公园只属于极少数幸运儿，可以乘坐雪地摩托进入游览。在极光下开摩托是种什么体验？加拿大黄刀白马给你征服自然的速度激情。三、户外徒步。冬季徒步既便捷又健康，雷尼尔山国家公园完全是户外徒步的天堂，园内还可以滑雪哦。四、皮划艇。网红都爱打卡的翡翠湾透明皮划艇，让你零距离欣赏山水美景，体验峡谷探险的乐趣。五、冰钓。冰钓是阿拉斯加当地人冬季热衷的冰雪项目，湖上木屋、冰钓烧烤，绝对满足感爆棚。你最喜欢哪项冰雪项目呢？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运动快乐吧。